早安，早安。今天做了40分钟的肌力训练。啊，是啊，我们今天做那个勇士三嘛，平衡加肌力，腿一直抖，对，抱抖，蛮好玩的，舒服。那我们就下去找姨妈 ，Go Go。我觉得这几天在家里啊，好像吃三餐就照三餐排便耶。现在是5点，影片已经上传成功了。我现在在进行一些结尾影片的设定，就马上好了。然后呢，会先给会员的朋友抢先看喽。那我们等下就要准备出发去台北。阿文的来去高铁。好。妈咪要嘞。好。妈咪要嘞。热呀。你们这温暖就好哎。对。谢谢你们。我这个在哦。嗯。阿行谢谢妈咪。来去哦。Kiki 嘛是袂歹。台北有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，没什么感觉。我是没什么感觉，我好像都没感觉。对啊，我也没感觉。感觉啊，只是来到隔壁这些地方。想吃的就买回家吃好了啦。好啊好啊。久违来到妈咪家，我回到家了，准备来吃饭。爸爸等一下吃啦，洗洗然后就把它吃了。好啊。妈咪家就是很舒适温馨，跟妈咪给人的感觉一样，没有变。始终如一，妈咪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，如此温暖。从疫情开始就，对啊，都待在家里，对啊对啊，运动回来看电视，这样好啊，很好啊，比较安全啊，每天都这样。看起来这个感觉还 OK， 嗯，它配置还不错。你看电视吗？我看的内容就都很简单，永远都那几个。
哦，我都看肖战、王一博，跟他们有关的。妈咪中毒了。然后还有看里面的视频这样而已。我们的视频，妈咪里面大陆用语，不是都视频？妈妈叫什么？影片，影片啊。哦、果然中毒颇深。肖战这人真的还蛮帅的，就偶像的感觉。导演选人真的会选人。嗯，对啊，好吃。现在是11点多了，那我们洗完澡了，好久没有来妈咪家住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在这边做一下睡前瑜伽。今天有什么感觉？吃得很饱啊，今天也是饱餐一顿，但是精神也都算还蛮不错。然后看到妈咪也很开心，耶、嘿嘿，看到妈咪一切平安就开心。是的，妈咪她其实是我们的忠实观众，然后呢，她也有提到说呢，最近她都会买水果来吃嘛，所以她也三种面包，所以她也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吃水果餐的，超 good 的，超 good 的。然后她还说，就是如果家里想要泡什么饮料，她就可以直接在家里边喝，觉得超棒的。谢谢妈咪。Yeah.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做一下瑜伽，然后可能就可以准备睡觉咯。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不过离我们租约到期还有2个多月了，但对我们来讲，60天就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，超长，因为我们六个月才50天而已啊。60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，真的是很难去捉摸。所以有时候大家想要去规划未来，我们都会觉得说那实在是太遥远了。就是我们刚才今天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，或是有不同的心得感想，那这可能会影响到隔天的一些行为上的决策，所以它真的很难规划1年、2年，甚至20年之后的老年生活。对，所以有时候一个想法或是一个小目标进来的时候，大概哦可能可以尝试，但是会不会真的去做也很难说啊。嗯